在舒适的家里计划您的假期。如果您喜欢现代的、服务级别最高的和价位比较理想的酒店 ，Gladion Gondegras Hotel 是最正确的选择。请直接上酒店网站，选择居住的时间和房间要求。酒店非常欢迎这种直接预订，而且客人也通过酒店网站预订获得很多优惠，比如称为 VIP 客人。布拉格地理位置非常优势，位于欧洲的心脏，从机场可乘坐公交，但建议使用酒店服务，不仅价格优惠，而且服务舒适和安全。司机在机场等候，直接把您送到酒店。如果不小心把任何东西忘在了车上，也不会丢的。司机会把它送到房间。我们所有车都有保险，防止有意外发生。布拉格和它的伏尔塔瓦河是世界知名城市，自从机场一出来就能感受到欧洲最美丽和最浪漫城市之一。四星级的 Gladion Gondegras 酒店位于安静的布拉格酒区，它的知名度得益于价格和高质量服务的对比性。酒店提供各种各样的高级服务和非常方便的通往市里交通。抵达酒店后，有工作人员照应您，他们会带着热情回答您所需要的问题和建议在布拉格参观哪些不能错过的景点，并且告诉您到达的路线。您想购买去剧院的票或预订餐厅的座位，对我们都不是问题。 Gladion Gondegras 酒店有471个普通双人房间，63个高级房间和25个顶级套房，每一个房间具有现代设施，免费无线网络、自动空调、咖啡机、小酒吧和烫衣服设备。酒店是直接通往购物中心 Phoenix， 在这里您所需的东西和服务都可以找到，比如理发店和自动取款机。值得一提的服装店有 Marks & Spencer 和食品店 Villa， 以及更多商店。为了给您提供更完美的居住，我们酒店也具备健身和疗养中心，即使是假期休息的时间，也不要忘了去健身房锻炼一下。健身完了，享受一下疗养中心里的各种桑拿、按摩浴缸和游泳池。看完一天的布拉格景色，让专业按摩师做一个按摩，放松一下身心。舒适的酒店环境是吃浪漫晚餐的最佳选择。我们酒店餐厅里最好的厨师和糕点师会为您呈现出最美味的特色捷克饭菜，餐厅赢得了众多奖项。
在大厅酒吧也可以喝到各种鸡尾酒饮料和吃到一些零食。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让您睡一个好觉，确保您的安静睡眠。我们在所有559个房间里用了抗过敏的床上用品，而且也安置了隔音窗。为酒店客人，我们准备了130多种新鲜冷菜和热菜，以及各种饮料。没有比吃一个好早餐一天更好的开始了。